我一直做阮爸的，互我做一个私生女出世，全拢无要关心我甲阮妈的生活。啊，不过今仔日，阮爸甲我回失嘞，我着知影伊是安怎样安尼做。伊了解阮阿姨的个性，知影伊对我如何，阮阿姨就愈反对我，安尼我甲阮妈的日子会搁较歹过。 所以才用这款的方式甲我保护，听到伊亲嘴甲原因讲出来，我才知影原来伊是因为爱护我，才安尼做，我真正就安慰，也就感动。你敢会随简单就原谅一下？啊，若无嘞？ 要一世人甲我分家死死，才有较快活。唉，啊，不过讲真嘞，过去原本应该天真快乐的童年，就安尼无去啊，想想的还是有淡薄遗憾。嗯，姐姐，恁就可怜嘞。哎，你莫来假可怜哦。 你讲看卖啊，小佳玲现在是时阵，敢有啥物活动？我的确够疲惫，我是。哪有可能啦？拢过遐尼久啊！你当作我嫂子呐？照心理学来讲，这是心理。你讲看卖啊。细汉的小佳玲，提帮我家己的专属玩具，不管是芭比娃娃，还是游乐园内底迄种很漂亮的气球，拢会用着。 伊就现身，伊去他遐里姊妹，大家去游乐园，倒来大家手头拢有一只气球。我偷偷甲你讲哦，小佳玲从来毋捌去过游乐园，甚至呢，要讨一个气球，伊拢毋敢讲。讲到气球，还真正有一只气球呢，毋知是倒一个可怜的小朋友不胖的呢。 我细汉有一届放学的时阵啊，我捡到一只气球，结果三分两分钟就飞去啊！我还阁伤心足久。妹，你要创啥啦？你要创啥啦？因为把这只气球当作是你细汉飞去的了。那有可能吗？ 这就管了，根本就找不着。我跟你讲，我唔那是会救我鬼，我会晓救家鬼的。哎哎哎哎哎！我救你！哎哎，大姐，来，去船仔等下。大姐，我这边了。大姐，赶快关嘞！赶快关嘞！哎，我太凉了，我太凉！哎，那我们已经等了。 多谢你替我把气球捡回来，我真正感觉小佳玲的遗憾减足侪足侪。明天若有机会哦，我带你去游泳池，安尼小佳玲的遗憾会愈来愈少。好啊，那安尼我要坐机器叫迄种的，你感觉？你都机甲还大声还阁无够。 好，为了小佳玲，我先别弄我回程。你讲的哦，为了小佳玲。
你绝对袂用让伊搁甲先生带走。你敢真正要听你妈的话，甲伊赶快死灰不分？就算你无法度做我的好红婿，至少你还阁会当做全全好爸爸。我无希望你破坏你弟心目中的地位。你是唔通伊凊彩阁讲两句就听伊的哦？今仔你绝对袂用让全全走。你莫阁甲正南当作是三岁囡仔好无？你安尼害伊予人笑，讲伊是妈宝。你唔只甲当作是三岁囡仔，开嘴合嘴就摕全全来做借口，甲食死死。伊唔是你的家里人啊呢？我讲的只是事实尔。即摆全全伫遮，咱大家拢莫阁讲啊，好无？张正南，你有啥物代志想要甲我参详？咱下当另外约时间。我要走啊。安尼就对啊，态度都爱空的，伊才袂上手。我已经好好甲你讲啊，我要离开，请你尊重我。要若无，我真正要报警啊！好，你走，我袂甲你动。不过全全是我的后生，我会留落来。起码替你处理掉莫妮卡了，你就别对付我。我讲的是真出我的权利，你唔免讲话讲遐尼歹听。我是来说什么？你放开！你不要呢！来放开！啊！秀秀，你先弄啊！秋刚，秀秀，就这样。是不是乖掉？啊！你刚不知伊过两天就要比赛，你啥做这样粗鲁？但我唔是挑故意的啊！还是伊家己唔听话啊！哎，看起来我呐，你莫找空房在跟我大细声哦。这比赛对全全来讲真重要，会影响到伊未来升学。就算只是小夸受伤尔，嘛是影响到伊的比赛。行啊，行，你准备。原来是你生来用来摕物件，你这个小人，唔呐想要抢走阮母囝，今麦阁亲门大户来阮家，你想超过啊？你安尼偷客兄拢唔惊人知，阁带位出来来。阁叫正南放弃，哦，原来你今日倒来款行李，就是要甲这个酷酷少的短命鬼相带走掉。我是好意来到三江，要来再来提行李，你莫牵头对亚芳的身上去。你莫伫囡仔面头前假好人，莫叫小唔知你咧想啥。你敢若想要利用全权来接近亚芳，等你骗到手了后，就甲全权摊到一边。你连自己后生都无爱啊，哪有可能爱我后生？你骗鬼哦！我无要接过亚芳，笑死人！啥物无？张嘉玲的身躯边已经有方世杰，志成少强身躯边嘛有人在陪，全世界就干那你啦，孤孤单单一个人，哪有可能无想要找一个人过日子？不过，你无应该把脑筋动到阮某囝身上，我反背应，无代表你也来抢，无你是煞未啊？少芳叔叔不是这种人，啊！你这个囡仔，哪一个心拢向外人啊？是不是应该带你来验一下 DNA？ 你是好话，你平常时白讲，我会当无爱跟你计较。你今麦哪会当伫囡仔面头前讲这种糟蹋人的话，来伤害我，伤害囡仔？我跟你真正无话通好讲。全全，咱来走。莫想要走，你莫甲伊挡路了。你这离乌木较远的。你敢跑啊？我是要伫我后生面头前过好啦，我去哪里？你来互你好看。快点吧！快点吧！先生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？你刚刚把他们冲起来了，快点把你放开，先生回去。什么时候你没代志好？没代志啦。今天妈妈送我来陪伊啊。少峰叔叔，是你啦！我爸爸甲你拍到安尼，少峰叔叔就讲无代志啊。而且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对恁爸出手，拢无去顾虑到你。其实哦，少峰叔叔
用我敢那句话呢？你爸爸甲我拍，我拢袂听。无你看，来，你看。都说无问题啊！你看，嘿，嘿，嘿，啊！啊，什么手术？你就听下对不？我这个正常啊，我骗你啊，姐姐。伤风手术叫透压鼻炎，因为伤风手术在呼吸新鲜空气哦。过来啊！神射手拳拳篮下投篮，哎，耶，得分！呼，来，少帮叔叔，你干嘛跳？干嘛跳后滚子嘞？少帮叔叔不跳，你欢喜，少帮叔叔都欢喜啊。你为什么都要这么好啊？你少帮叔叔以前都无什么时间陪看阮囝，所以只要看到你欢喜，我就好生相信。看到阮囝的笑容，难看。那那你为什么不去美国看伊？因为我以前总是认为我的事业比什么代志还搁较重要。即马我身体的抵抗力无遮尔好，我唔惊讲，我若是飞去美国，若愿意啊，我会害到阮囝。所以我只好暂时忍耐啊！不要紧啊，我陪你。你这个小屁孩真正是有够贴心。啊，不过你这摆只是一个囡仔，你无需要负担遐尔济。尤其恁爸爸妈妈这摆搁在处理因的代志，所以你也是感觉伤心，也是感觉心内艰苦，你来甲少峰叔叔讲，唔通忍耐，知影无？好啦，我只是无想到少峰愿意对雄雄付出遐尼啊多，拄则嘛好佳哉有少峰，要若无正南真正无愿意付出出力，可能这就是人咧讲的缘分啦。只是全全对少峰来讲是好的缘分，少峰对叶家来讲就是来偷笑。我唔知虾米时阵才回来。你是讲，算当初对我代志，少芳最后还是反背上台的阿妈，甲票投给外人，我阿妈失望。我真正看无伊内底到底想啥。你误会伊啊？是安怎？你一听到你就讲我误会少芳？你是不是知影虾米我唔知影的代志啊？你拄则嘛有看到少峰的表现啊，真正甲较早无同。你哪会来？啊，因为病院需要资料办手续，拄则你无接电话，我是用客服接的。你放心，我唔是来烦恼你身体状况，我只是想要当面问你，是安怎你要伫最后就是阮阿姨，看嘛是无？其实应该解释，我拢伫个临时董事会讲过。我相信方医师嘛，互你知影，其他的我就无想要再解释啦。迄拢毋是理由，我希望你真正是有啥物苦衷，所以才会安尼做。少峰啊，你我有啥物苦衷？这是我家己伫个事业上所做决定，我希望你莫感谢。你只要愿意甲我做伙，关心咱美国囡仔，安尼就有够。我就是关心咱的后事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加步啊。阮家的爸爸做唔对代志，我有迄个责任要提醒伊。你的提醒我收到。好，我要先来，全全都给你刷掉。